动力，那混合动力系统，一个字价值10000块。他检查呢？检查不用啊，那是附送的。哦。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欧记方向盘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正価格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你到底是姓柯还是？我叫柯 PI 功课真的好了，没关系，名字倒是还好了，没有叫你魏。姓魏的人真的不好讲啊，为什么？我爸就姓魏啊。好了，今天我们来内湖的类似时，我之前不是换过电池，刚好也是这个接待啊。后来我打给他，也荣升了，来内湖当副厂长。哦，想说好了，之前换过就比较熟悉，来换。然后我跟他讲说啊，等下可以拍摄，他说可以啦。对啊，电池我先让他先叫了，所以这次来我们就直接可以换了。叫货大概今天叫，隔天大概就来了。他是哪一台车？ES300H。对，一般来讲，他进厂维修啊，插电脑去判断是不是坏掉。嗯，可是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啦，只要显示动力混合系统异常这六个字啊出现就差不多挂了。哎、哦，那天我打电话跟他联系啊，他说他有跑出这个，我说我再去车上看一下，我还发动看一下，确定我车上给他，那时候应该是就是换的。价钱。电池好像62000左右吧，好像公司另外另计的材料费都这样，好像跟之前差不多哎。之前哪有？如果是 CD200H 大概52000，它这个是60000，电池计的就62000，工资可能就下一点。工资就对对对。哦、那可能还会再贵一点。对，65000应该就超过了，我们等工单出来就知道了。哦，好。对，那你要吃什么？我帮你点。跟大使，我就贵妇呢吧？没有没有。还6000块整加冰还是？还是还是。我看一下他们有什么。那基本的咖啡啊，这是红茶、奶茶、绿茶、花茶。来甜点，不用我要冰就好了。要不要喝看我们的甜点？吃冰就好了吗？可以啊，我要冰就好了。巧克力跟哈密瓜。我要哈。你要是我要哈密瓜。先帮你询问一下子。好，好。怎么了？有个坏消息，坏消息就是电池确定是坏掉了。嗯。其实这个是好消息。嗯。坏消息说他曾经换过电池，可是换过电池要以原厂的。他才来，他可以旧的回收，才会折价，会比较多。有维修过了，所以有维修过了坏掉了，你看，那我去拍。那就说这个维修过了，他回收可能折价可能就没那么多了。重点来了，他换上去70000，现在10000，换上去跑3万就3万就坏了。对，一般大电池不是10万左右？对啊，现在他帮我问了，问他说一样可以用这个 UE 价，因为就此回收他好像记得是可以折15000，所以他们报给我们都是折还价的，有可能价格会变高。对，他帮我去瞧一下，啊、不然好，我们先回去考虑一下。好像吃，先走。已经吃。是啊，那这样刚好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换外厂有没有比较便宜啦，比较便宜，但是非常便宜。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电池它是这样一片一片，电从这边直流进来到里面去，通常会坏掉的前面这两颗，因为它是直充跟放电的，外面都是这样。假设我先拿了一颗当做台吧，把里面的拉两片，把这两片抽掉，再把好的那两颗插进来。修理好了，当然是新的，当然是全部都新的，就没有比较没有问题了。只要是副厂东西，3到6个月左右了，更便宜可能就是像我讲的，没有保护，3个月就过了就，对吧？贵一点可能就6个月到1年，起码是一年的这种，跟你不用拼呀，提较后拼的一年嘛，提较早前的是半年嘛，提较前的准。好来了，就是一开始如果是原厂零件的话，它是可以做8折的一个优惠，但因为它现在是变成是外厂的，所以它没办法是做这个折扣，变成是9折，它原本是8折，现在变成是72173，72173。好，告诉大家不要乱搞，我能够便宜一点，乱搞没有比较好。我问了一下。
下，哦，外面不是不好，是比较便宜是没错，可是哎，风险来了，回来原厂要靠漆。好了，那量会花哈，那等一下我们就讲一下，然后等一下去施工，我们等一下就再拍一下。有没有？刚刚他都叫我来看过，电池在这里。他先拆下来，看到那个贴纸有没有？你可以拍一下，这样都我就不用传给你了，有没有？其实表示说外厂有修理过了。啊，我刚刚想到说，如果我在来之前我把它撕掉了，他就不知道了。等一下问你一下，其实是我刚刚才贴的，你知道吗？好，他怎么样施工来？你看，他刚刚把椅子拆下来了，他等一下椅子拆下来，椅背要拆。那师傅，请问一下哈，是因为他说这个有换过电池嘛，对不对？对。就我在我来之前把那个贴纸撕掉，你知道我换过吗？其实就可能就不知道了，可能就不知道了。早就撕下来，我就可以赚五六千块了。没有了，他有动过的话，螺丝基本上都会有痕迹啊，所以我拆下来看会看得出来。等一下等拆下来的话，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这个感觉应该不会很难拆哈，这种车型算简单。哇，这个就不能堵住，散热，电池散热很重要。这个应该一样哈，那拆电池是不是要先把电源先切掉？大大，我刚刚已经先切掉。对，切掉的是刚刚关机插了电的轨啊，就跟我们那个叶子一样，大电那个轨，这样就没有电了。把拆到一下啪起来昏起，它就已经把你跳红供，可以散热了。其实大蛮多的电池，对了，跟吸气两百差蛮多。你大了越贵啊！他刚刚拿这个，这个去转，他再给把那个按钮转开。特殊工具这个，转了一个，有一个盖子这样打开，转了一下就可以拉起来。然后我偷偷看到，没有躲得很奇怪的地方。差不多，他说弄到好，包含吃冰的时间三个小时啊。没有，等一下拿下来就把东西装到了上去。其实讲得很简单了，其实熟能生巧，你不会用的人用半天搞不好。有来了，你看，你有三下工，这些房啊身经百战，拖过几台出来的，有没有？这不是拉了几百台出来的？我觉得应该有几百台了吧。哇，好轻巧哦，哈。它的那个开关刚插这里啊，大的那一个，哇，断电开关在这边。啊，这刚刚这把就是小插头，一个小插头而已。看它来是什么？如果本体应该是里面东西而已啊，因为它不给我们啊。上次那个收回去啊，我是蛮好奇，把它拆开里面是什么这样，里面就是三号电池。这是全新的还是崭新的？全新的，全新的。绿色应该搞到电池了。对啊，你看我一颗一颗圆形的啊，电池不太一样哎。为什么？啊、对，不太一样。里面刚刚那个是绿的。它好像卡带式嘛，一片一片的。这是一片。那刚刚是圆穹的，我不晓得是换过的原因还是怎样。为什么它怎么多这一条？是还是因为它改的关系？电池啊，可能是不知道是正极还是搭极，它是从这边出来的。我们刚刚是直接这样出来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难怪才多这一条。刚接是分两颗，刚刚我们接这里啊，就是上面这一条，下面那条就是一样这一个，对，可是就被那照过来。对啊，鼓风机啊，鼓风机嘛，鼓风机就抽风的啊。这个就是嘛，就它这样嘛，这样过来好打嘛，风就抽进来啊，转进来啊，散热电池，电池要散热啊。对啊，还有继电器啊，这一个应该是那个就那个电源，啊、然后就丢进去就好了。哪一个？插头啊。啊，像这个插头，这个是要这是什么？电源吗？不是吧？在车上的，电脑出来的啦。电脑出来的。电脑啊。也是控制电脑的嘛。现在丢进去。就安尼安尼啊，哈。会很经常换到这换电池吗？很常啊，一直换，一直都很多，一直都很多，表示卖得很好。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因为里程数大概都大过这个年份了，就开始一直换，都连线最久这样。
才遇到换掉那样？最多应该也是10万以上一定有啦，然后连线的话，大概10年也有。还没有看过最多，比如说有20啊，是说甚至更多20的跑里程，对里程的哦，好像有。还有看过30以上的吗？没有，没有，没有，真的。还有看过最少的吗？比如说3万就坏掉，最少还是说几万这样？很少，应该都很容易到坏掉。表示说一定要6万以上。所以大家弄完一样要那个电脑去归零嘛，对不对？消故障嘛，要嘛哈。对。所以等一下一样要消故障嘛，因为它故障网在啊，现在换掉之后，不是换上去一发动就没了，它就要对电脑归零一下。那你最多一天换过几颗？天哦，没有那么多给我换。有没有换过超过3颗？2-3颗差不多。2-3颗，一个人2-3颗啊，10个人就。啊，也没那么多啦，只是说对，所以这个也是大概就是必经的一个过程了，时间到了就是要换了，对啊，不然你就是过保护赶快卖掉，就给下一个回开，下一个就可能就遇到了。可是对我来讲，刚刚你问我嘛，如果真的换，我还是会换原厂的，因为它比较耐用，第二也比较有保障，风比较来的，它来帮你归零。好了，对，这样，这款我，这样，好吧。哎，这样说，说实在，如果真的要买，要买这一台，电池都新的，对不对？哇塞，哎，我这电池没照出来，就要电池往后照出来啊。刚刚怎么按不出来啊？电池，对啊，刚是跑不出来的啊。嗯，不晓得是不是有因，因为它刚都跑不出来，现在好了，真的好了。帮你清洁。要啊。我们真的，他等一下还会试，帮我们去试一下路测啊。上次那也有，那是掏一圈回来，确定没有问题的时候才会交给我们。帮你开又亮灯，或许可能再换一颗什么之类的，应该是不会的啦。再换一颗赚到哈，换2颗。我们去休息啦，等一下等结账。他电池他不要，他给我带回家。欸、他不是原厂，他不要，真的可以带回家了。是啊。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欧记方向盘，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正価格，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千里不分，因为他非原厂的，他随便说要给你携带回去，然后护送这样子。不错啊，那我去研究一下。可以，我把那个电池有没有装到我的电动脚踏车？电动板车吧，那可以放板车啊。那可以冲很快吧？虽然它坏掉，应该也是很厉害啊。啊，会不会？可以放板车。板车，爽！要不要试试看？好，好像回来了，我刚刚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那绕一圈呢、啊？确定没亮灯就可以交了。上次也有。今天，对啊，今天喷7万，对啊，喷了7万多了，对吧？这2瓶不算吧？一杯三万六，一杯36000哦。好了，等结账，那洗完车结账了，好，晚一点还来再兼职。耶，换好了，好啊，电池就是直接换掉啊。后来发现那个电池是有换过了，所以晚一点要把电池再载回家。对啊，好啊，感谢一下啦，燕婷，他是现在在内湖厂当副厂长，是帮我们价格帮我们瞧一下啦。对啊，对啊，对啊，不然正常他们是没有折扣，尽量帮忙啊，感谢他。好，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来内湖厂，他龙生之前在我们南港厂嘛，对，现在调来这里了。欢迎，有任何问题也一样可以来内湖厂这边找我这样子。对，谢谢。年轻有为，谢谢。啊，现在我们换好，等一下就回去了啊。我们等一下再试开一下，喜欢的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好多留言。好，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
内务厂，好，甚至保养什么都可以来找我们燕婷。是，对，哎、欸，副厂长、欸，哎，对，对啊，耶、yeah, ，好，拜拜，拜拜。哦，哎，你看，好的都会这样啊，你看，就会跑出那引擎啊、马达啊、轮胎啊，哇，现在电池哇，外面的温度都哇，它就会跑出来，就刚刚都直接跑出啦、啊，对啊。我现在中间会跑出来，室外温度啊，就是会回冲什么之类的，它会跑出来的，那就检查嘛，嗯，对吧？动力混合系统，嗯、对啊，哎、欸，现在就好了。你开的都好了，就是小问题啊，钱可以解决的事情。对了，都算小问题。其实电池也是一个明明就知道会坏的东西啊，只是它坏的时间点真的是，不一定。对，不一定。对啊，刚刚会亮一些引擎灯，现在都没了，都绿色的，都很正常了。刚会亮一个引擎灯啊，连胎啊什么鬼的都亮起来了。嗯，对啊。所以现在电池好了，什么都好了。对，刚一幕好像打不开，现在都开了。没有注意。任督二脉的都开了。其实我们叶子搞不好大电池换了，人气也都好了。对啊，我家换气池换。如果要跑这个班会跑的，你知道吗？它是两个混合在一起的动力，马达这样，马达跟引擎。其实现在超跑很多都混合动力。对啊，所以不要瞧不起油电车。油电车不是瞧不起，是要大的才可以。比如说很帅，我一开始我以为油电车都不会跑，为什么呢？因为我只开过那个 CD300H， 我就看起来就这样，没有很厉害。嗯，外表很厉害，空间就觉得还好，可是跑起来就奇怪。我想说都一样，后来开到那种没有450H也没有，哇、哦，会冲哦，那冲力真的是我不跟我哎。后来才改观，原来哦，油电混合是这样来。嗯，没开过就不知道，开过之后开过的，我的认知就这样而已。嗯，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多买车，多开开，多看看才知道。哎、欸，对啊，它如果油电的电池坏掉，那纯可以切换到纯油吗？不能切啊，那不能切。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让你开的。我对车厂的了解，它不会人性化。老板啊，什么人性化啊？有电就吃电啊，有油就吃油，没有不行。像脚踏车一样，脚踏车一样，有力就踩，没力用牵的，不要骑，就这样。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欧记方向盘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0秒开机台正価格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哦欸我来看看啊要上去火化来一点好，应该推进去就好了，没关系。小台甲，哎咻！好了，我们回去可以拆了哈。你这边要不要放一个牌子？执行勤务中。不要了，不要，谢谢哦。